这样吧，如果你现在放弃，我会告诉高希，不要把你打得魂飞魄散。拉斯塔哈，对上收割者高希。不会真的死去，在你面前的是神王拉斯塔哈。杀死我的手下，他们的灵魂会来找你。要上阵了。来这里单挑，去城。死者复生。要上阵了。杀杀杀。我的怒火！王八乖乖，别太快了！向前行进！笑半步钉啦，施展我的含笑半步钉啦！向前行进。阵了。
了你了。真的会击中两次。不，这样的镜头，这样的镜头。最后的警告，雷电交加，受苦了。为什么高希没有变成亡灵版的高希？搞什么？